哎呦，这多少钱？不知道。这多少钱？啊？这多少钱？9500。啥品相啊？啥品相？完品。完品。还抠点贵啊。我也觉得是。要的话给你扔了多少钱？我也能具体多少钱。哦。你刚才说的是？口接了。都盘啊？这哦，这个坏，那个好着没？都是这样的。哎呀，也坏了。都是这个。这个大盖可以给佳琪说。啊？这大盖多少钱？大盖是1000。我看看。哎，这老的。是老的。佳琪不买我那个，刚好能用。买我那个大罐儿呢。大将军罐那罐儿。啊，这我有个这个。那有一个呀。就很。三足的，我操！这多少钱？16000。哦，16000啊。朝天耳。给他多少钱一个？那个多少钱？那个狮子的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点。狮子得多少钱？哎，狮子发来你哪个？全品。我是这个狮子全品不？狮子啊，全品多少钱？13000。啊？13000。哦，13000呀？啥毛病啊？就口上吧。13000，13000全品。官窑内造，这多少钱？4500。4500。底有精料啊？底还有精肉，哎呀，有点贵啊，大哥，是吧？现在唱的你们以后泡不了。这个不太好啊。这多少钱？5500。6500，哦，6500是稍贵了点。这小壶呢？小壶2600。2600，哦，你摔了，当时全品的时候给10万没卖。摔成这样，现在卖多少钱？4500。啊，放下。我不。满修。年份好。年份好。又成官窑了。官窑非要10万。16000。这不是官窑，这跟官窑没关系。你这都不是和田玉。老不老？那当然了。这老的？都老的。这老这穿老，我还没穿了。老什么呀？老。保你老的。这啥东西？这漆。七色漆掉，大漆，看你看见，这老的老不老？我上一次还没卖完呢，这老不老啊？当然老，大部分没有一个老的。哎，好嘞，没有一个不老的，不老就退你50块钱那个。哎，得嘞，好嘞，那没多少钱，51个，你拿吧，50块你下来，你那一般嘛，51个配50位2500，可以，这事能干。大哥，这多少钱？4500。这。4500。现在大哥已经风格状态了，随便要价。这啥年份的？你也4500？这我的啊，这是我的。看一眼。这你不会说康熙吧？晚清的。晚清的。买李三儿的。哎，得嘞。那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贵。看看大哥东西。那天买了大哥俩杯子。这来。这现在多少钱？7500。那俩7500我不要。这俩7500。啊。这俩多少钱吗？这俩给7500。什么？5500说什么瞎话？灯没有面，灯没面，灯没面，灯没面。这俩7500，我昨天还4万，昨天还4万，4500，4500举出来。哦，好嘞，哦耶。